今日下午，我向行政长官递交辞职信，辞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的职务，并请行政长官按基本法第48(5)条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的辞职，免去我政务司司长的职务。我在信里面表示，我辞职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辞职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，我打算准备参加下一任行政长官选举。我感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2017年7月委任我为保安局局长，并且在2021年6月委任我为政务司司长。我感谢各政治委任官员的团队合作，我亦都感谢和我共事的立法会议员、政府委员会委员、团体、机构和组织等等。我多谢香港市民，我能够在政府服务市民超过40年，我感到光荣。我更加想藉这个机会感谢多年来和我一起共事的各公务员同事，感谢他们的努力不懈、尽忠职守。我会开始休假，如果我的辞职得到中央人民政府批准，我会尽快和大家交代我下一步的工作。